白银同行人的生命地球有当成当成的关系。头摆农村社会投盘经营的下，无穷用的白银团为松棚高各个表现出切解功夫。高雄市校委非常邀请闽农体企的白银团，用安尼松棚高的方式来表现出头摆有见到一个，未希望会有行家当年对自己的文化有穷面。一定向我拍个相，向个全场的观众注意。顶着上白银团沿着围村店，为阿摆白银饼厂做先行。既然喺饼厂，过不记得总员会白银团，马上忙来随州百家村，同超过一甲子的功力展现出来。国宝的银会咩啦？铁丝咩不能咩的？有那个闹热哦，沿路搞好事唔能有。啊，伊其他团有一路微信上啊，一路有咁来。有个不能标呢，但是我还没标中。老团员一个几乎都已经都70-80岁，可是一个食材有一个传承的问题啊，可是俺们希望讲加油一个机会，必然有一个地方会出现，嘛希望有一些年轻人又可以来传承一个白银展演的工作。先年做的表演形式是客家白银最大特色，走进农村社会，只有好事坏事就走着看到白银的研究。不管你重建停顿太环境的改变，一来一手看到位。客家仔也建议还有后生人愿意来学白银。我找他因为就读到瓶颈，读到瓶颈诶，就十八种人生读到瓶颈，而试着去克服。我先专门学起来，先分析下一些瓶颈，来好好想看自己那些无找过好安尼。公司阿比飞讲，闽南客家白银虽然定了价，可用是无形文化资产，不过因为使用机会减少，民众看到老师傅表扬的机会嘛越来越少。期盼饼厂除了帮民众看闹热，也希望有更多的菜体验，珍惜自家文化。客家新闻整份，志工报道。